2011年呢个网站介绍坊间各大 search firm 对我嘅评价系如下 ：Core Search 系一间中小型嘅顾问，系香港比较专门嘅 boutique recruitment agency。Core Search 嘅规模比起其他喺美国、英国同埋澳洲上市嘅大型招聘公司当然唔同啦。但其实 Core Search 喺本地华资银行、金融界，甚至乎中国大陆嘅国企、民企圈内都有非常大嘅网络嘅。其中 Core Search 背后嘅投资者包括有 Alison 姐之称嘅张慧敏小姐，系行内知名并且受到敬重嘅重量级人物。Alison 姐是人力资源界的代表，现在在苹果日报写专栏。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同日理万机的张慧敏小姐见面的话，有一点要提醒你啊。Alison 姐不喜欢转弯抹角的讲话方式，如果你能够诚心待人，她一定会好好地为你打算。好多行内人都说Core Search 是一间比较有人情味的猎头公司，而 Alison 姐是出名够义气的。